来就是更，虽然说营业额做不大啊，做没有很大，可是就把它做稳，所以也是蛮多的国际客人。现在我们清水的厂哈，大部分的哈都是外销的，90%是外销，所以每天就是很忙的要回 email。那外销的大家都知道都是英文嘛哈，所以就比较跟我们回来又一头栽进去工厂，就没有跟我们清水的一些亲朋好友哈联系。嗯，走过来5-6年，走的都比较顺了哈。然后又这个因缘，又刚好我们理事长又带了好多的清水朋友跟我认识，我也好高兴，就是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么多好的朋友。大家又说要去创个文创协会，事实上文创协会我们本来的这些会员哈都非常优秀，都非常优质，只是大家客气，因为他是客气，就说让我来 handle 做理事长。大家承蒙看得起我，然后尊重我哈，然后也是理事长的厚爱哈，所以就这样子，我们也就把文化创意协会哈，昨天晚上诞生了哈，昨天晚上诞生了，虽然有点难产，产了一下，我们还是把它顺利的生产下来了。这个就是刚刚我要讲的一个文创协会，然后大家也会很奇怪说，阿哥小姐，你要喝喝到美国要享受，你等来不冲下哈，所以我要把我的心理旅程哈跟大家讲过，因为现在我不管是 LV 啦、Coach 那些外国客人来的时候 ，I don't have fear， 我没有任何惧怕，因为我在国外的这么多几十年的历练哈，你不来跟我呛声，我来跟你呛声，我用英文来羞骂嘛也塞哈。要就不要说羞骂，就是有事情在争论的时候用英文跟你骂也可以了哈，跟你争取什么都可以，就是都歹事就有了。实际上真的一个人生历练，所以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那些股东哈，我们有些干部都做了20年、30年、40年的。他们也怕说，我回来决定说不给归台哈，归台爸爸人都没头了嘛哈，你买会惊？我说，我就跟他们讲嘛，我说啊，你们惊啦，中心被归台啦，要不然菩萨不会跟我开个玩笑，千里迢迢把我从美国调回来台湾啦，跟你们助阵，所以我是还是蛮有信心的，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产业啊，然后真的。又有这个机会，走过5年，顺顺的公司用马甲探级哈，你的公司用探级，然后又在这个时候，就文创协会来好玩布节哈，我看不赢哈，可是真的是也是，我觉得就是文创协会，就是我昨天也讲过，没有阶级，没有年龄，什么都没有的区别的，需要凝聚我们地方的善跟爱的哈。付出无所求，真的付出无所求那种感觉去做啊，然后就是给我鼓励，给任何挑担的那个人鼓励啊，不要批评，因为我自己也担任台湾省蓝心理事长2年，理事长那个工作就是人家都说不是好，不是人做的哈啊，这啊老妈什么老妈哈，常常都是出现老妈老妈老妈。但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就对了哈。可是我是在的时候，我是常常说，你们要给人家批评的时候，给人家鼓励，鼓励跟掌声大于批评跟指责，所以大家会踊跃的、高兴的去承担这个工作，就不会后继无力。那我在座的哈，我们的这么多好朋友，我也是希望哈。没有报名，现在广告时间哈，没有报名我们文化创意协会的赶快报名了哈，然后如果说没有时间，那出钱的可以出钱，那我们就来出力来做哈，出钱出力，然后大家一份就是回馈地方，走到这个时候哈，就是钱对我们来讲虽然已经不是大问题了，生活也是 OK， 身体也够啊，呵呵，还有行有余力，然后还可以回馈，又可以带动地方，又是一个善的凝聚哈，文化创意，然后从清水，我们从海线港区动起来哈，
港区动起来，海线走到台中市，走上台湾省，走上中华民国，走上国际，哈，这个是我们的宗旨里面的，是看得很大，然后我们的 logo 也很漂亮，我们的慧哥昨天也买还不错哈，就是虽然说很短的时间也都顺利诞生了哈，然后希望能够汇集我们清水更多的人文哈，凝聚大家的力量。今天又我们那个张博士哈举办那么好的一场那个音乐响宴哈，这个环境真是都很难得的哈，然后还叫我来讲话，我就把故事说一下，然后谢谢大家。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文创来打拼哈，然后谢谢我们主人哈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掌声，谢谢郭小姐，好，郭董，好，那我们就赶快给他去吃个饭好，那请各位再慢慢享用哈，谢谢。所以在座的好朋友有看到我们今天由我们主人家主办，他们千辛万苦为了带动我们港区动起来，更有我们陈理事长、吴三和校长等等幕后精心的策划，才有今天这个美好的庭园式的制作式的康乐会，也请到我们的大师，还有我们的博士哦，还有我们的郭董，这如同我们理事长喜欢开玩笑的哈，用在座各位拢大到袂懵诶，啊，但是惊人懵，还惊人懵。理事长很喜欢开这个玩笑，我台中的老朋友真的佩服呢。我每个礼拜回来，就昨天没办法，说很请假。他说：“诸位你感冒，我感冒，我拍这个讲又想到了。”啊，昨天没办法搭机业去台中了、哦、然后呢，他们都说：“哦，这调白哦，他是厉害。”我讲哦，当然壮诶。伊拢讲哦，大到袂懵诶，但是尾啊，佫学一句哦。天狼风，你们去看戏，这个大概字典里面查不到。好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为了表示万分的感谢、感激、感恩，那么先带来两首歌曲，先等于是开唱一下，也请各位来点唱哈、哦。那么有这么好的音响，这么好的音乐大师，这么好的庭园，我们把握每分每秒。首先带来这首《连杯酒》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。Hey!
是陈双，再次感谢我们的最佳音响的老师哈，小刘，天王星，江夏哥的姐，大准米棒，大朱兰嘎，郭董，以及在座每一位朋友，啊，天天进财，年年发财，大准米棒，谢谢。也是我们，天地教的，同分哈，同分，他要来演奏，来演唱，演奏，演奏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，OK， 心里只有你，心里除了家人以外，
对了，我们要放眼世界哈。刚刚我们郭董讲过，除了港机动起来，还有我们台中市，我们的台湾美丽的宝岛，还要放眼看天下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掌声欢迎卓老师。
Thank you.
谢。各位欣赏到我们卓老师就知道他年轻的历练，同时他也是带着忠恕廉明和正义性眼光，博孝仁慈节，节俭真理和的炼制真言。所以现在你看丹田无量看你无量，伊做阿公个阿公分得出来，分大地分得出来，无感觉。哎，利用这个时间工商服务。哎，今天我们参加啊，这个我们洪明远了哈，啊，这个音乐餐会哈，我们太子健康团团员啊，占头一半的人数，哦，啊，伫这利用这个机会，宣布一下。哦，跟我们太子健康团的好朋友们啊，宣布一下，我们下一次哈，就是星期二啊，我们的目的地是梅峰啊，我们是梅峰，因为梅峰呢在三月底就要就封岩了哈，就封岩了 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昨天呢啊。就赶快嘞啊，临时了，就联络了。那我们就决定了啊，下礼拜二啊，我们是到梅峰啊，在这边呢啊，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啊太子健康团的伙伴们啊，大家呢啊心里有个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是哟。喂，姓苏的人嘿，现在我们的大哥大光南书记，深。